请掀开经本第33面第3行，这是第二个段落里面的，是八部四王中。 所谓八部，这个是佛家讲的护法神，一共有八类，分别为四天王所管辖，每一尊天王管辖2部，总共有8部鬼神。 这些鬼神多半都是佛的弟子，也常常听经闻法，护持这个世界。 清凉大师有个简单的介绍，是前面四类是杂神中，后面这个四类就属于天王，能统治的是天王，所统治的就是八部。我们看第一段阿修罗。 佛有无量阿修罗王，我特别着重这王这一类里面首领。那么从这一段开始，一直到后面日天子，这一共有10类大众。 这个舍利大众是表十回向菩萨利益众生的因果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是也是诸佛如来的示现，决定不是真正的八部鬼神。 真正的是八部鬼神，即使是四王天，四大天王，也是欲界的凡夫啊！他怎么能够参与如来境界里面的法会？这个华严法会是一真法界的。 不仅仅是六道凡夫没有能力参与，十法界里面的圣贤也没有能力参与。是在说这种境界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见都见不到。 他怎么能参与？何况这是欲界天，所以都是诸佛如来示现，像前面的这个杂神众一样，诸佛菩萨是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样的身形，正是随类现身。 随即说法，这是应以天王身，应以阿修罗王身而为说法，他就实现了阿修罗王。阿修罗是梵语，
翻成中国意思叫飞天，就是不是天，他不是天人，也不能说他不是天人。世尊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，阿修罗在五道里面，除地狱道之外，其他的四道都有。天上有阿修罗，人间有阿修罗，畜生有阿修罗，鬼道里头也有阿修罗，只有地狱道里头没有。那么阿修罗在哪一道，就算是哪一道众生。所以佛经里面常讲五趣，说五趣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要说六道呢，这个五趣里头多了一趣了，这个就是阿修罗。阿修罗是专属天阿修罗，其他的四种阿修罗不论，在哪一道算哪一道，天阿修罗单独来介绍，那么这样就变成六道了。所以诸位一定晓得六道跟五道这一点差别都没有。升天，天有德行啊，这个道理正是孔老夫子在《易系辞》里面所说的。这个《易经》《系辞大传》，孔夫子说的很好啊。他说：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”如果我们到外面去游览，要是稍微留意一点，你就很容易发现，这个树木花草啊，它一类一类的，它聚集在一起。你看到这一种树，一大片森林都是同一个种的，同一个种，同一个科的。花草啊也是如此，除非是人工培植。人工培植的花园，那这个各种花卉也都有，各种树木都有。如果是它自然长成的，那它决定是一片，都是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人也是一群一群，必定他有同样的嗜好，同样的兴趣，他才能聚在一起。喜欢念佛，聚集在念佛堂；喜欢听经，聚集在讲堂。真正学佛的人，他不会到其他地方去。这样就形成了社会。这个诸天也是如此。天怎么形成？德行形成。佛告诉我们，天人所修的上品十善，还要修四无量心。这个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。这里面有程度上浅深高下之别，功夫深的、意境高的，生的天也高，
如果程度比较低一点点，他升的天也低。欲界有六层天，这个六层天是这么来的。欲界再往上去，单单靠十善四无量心还不行，一定要学清净心，也就是禅定。定功啊，也有浅深不同。那么一般讲呢，有八个阶级，这就是所谓的四禅八定啊。前面四种，这是感得色界体，有四禅体。后面四种啊，四空天，那是定功很深很深。色界天人具足慈悲喜舍，当然也具备上品的十善业。这是升天真正的原因啊。你的精神生活达到这个水平，自然就跟他们感应。我们世间人讲啊，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自自然然与他相应。这升到天界啊。修罗是怎么回事？佛在经上讲，他有天的福报，没有天的德行。他的福报实在修得太大了，人间有大福，他比这个福还超过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到天上享福。天人的福报比人大，他是福报去往生。可是他没有天之德，如果是完全没有天之德，实在讲也不能够升到那里去啊。不过是德多一点而已。佛经里面讲的是，他们也是修十善业道。也修得不错啊。那堕到修罗道里面，最重要的一个业因就是傲慢。贡高傲慢啊，处处好强好胜。譬如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这个例子是真的有啊，在寺院里面修供养修福，看到有一个人供养100块钱，那个人看到了我供养200块，他要好胜，要抢在前面烧香呢，不甘心在后，一定要把他排在第一个烧头一炷香，他才欢喜。他前面有个人，他就很不高兴。这个人修福啊，将来到哪一道呢？阿修罗道。看他的福报，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，其次的人间阿修罗，再其次的畜生阿修罗、鬼道阿修罗。所以阿修罗的嫉妒嗔恚心特别强，这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警惕的。如果有这个习气毛病，要赶快改，
否则的话是，阿修罗虽然有天福，福报很大，无论是在天上、在人间、在魔鬼、在地狱，都是很有福报。再生的时候修福修得多，修得大，但是享福的时候没有不造作罪业，因为他带着很浓的傲慢习气、谄曲的习气、嫉妒的习气，稍不如意就要加害于人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。那么他们，这是有一类的菩萨发现，看到他们有着严重的烦恼，常常造恶，造作恶业，所堕的恶趣，堕三恶道，非常的可怜。那么这些人喜欢斗争，所以菩萨示现在其中，做他们的领导人，帮助他们觉悟，帮助他们回头。这正是行师大乘佛法经所说的，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啊。这个道理就在此地。我们看到经上所说的这个八部鬼神的首领，他们都称为王，菩萨现身在其中。请看经文，佛有无量阿修罗王，这一句跟前面的例子相同，把这个数量告诉我们，种类告诉我们，这是阿修罗这一类，这一个团体，数量呢也是无量无边。你看到无量这两个字就知道这个不在十法界，这是一真法界的境界。请看下面上首，上首的名号也是表法，第一位所谓罗侯阿修罗王，罗侯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介绍，他也说得很清楚，阿修罗，这个天上阿修罗有天人之福，无天人之德。天人好善慈悲，阿修罗好斗好强好胜，少慈悲心，所以叫非天，他不能算是天人，没有天人之德，但是他有天人之福。又说呢，罗侯阿修罗是罗侯是狮子，那么中国古时候我的小说里面讲的狮子成精了，大概就属于这一类的，这个是在这个梵语里面呢，就称为罗侯阿修罗。
罗侯的意思有舍恼的意思，那是烦恼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人常常喜欢作弄人，叫人生烦恼，他很开心。看到别人生烦恼，他很开心。那么这是从名号里面的表现的意思。那么这是第一个是阿修罗王。我们知道佛度众生方式无量无边，由从正面来教化，也有从反面来帮助人觉悟。所以是恩威并施，尤其是权巧方便用得多，他用得非常恰当，能够帮助众生开悟。这方法用得恰当啊！那么像罗侯，专门以作弄人为手段，用这个方法了来觉悟众生。当然，菩萨善于观机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种手段了。此地是介绍十位阿修罗王，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种手段。众生根性不相同啊，绝不是一种方法能令一切众生开悟的，绝对不是一个方法能令一切众生证果，所以佛法讲的无量法门。华严会上，每一位菩萨、每一位神众、每一位天王，都是代表一种法门。这种法门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不是善的、恶的。对于恶众生呢，必须用恶的手段去度他，很有效果。那么这个里面要有高度的智慧，高度的善巧方便。这个地方是十回向菩萨了，他表的是粗回向。阿修罗代表的是粗回向，比前面层次提升了很多。你看看前面摄住摄行这个地方到十回向，第二位毗摩智多罗阿修罗，这一句也是梵语音译过来的，是从一个事实上翻出来的。毗摩，我们中国人叫它做思，就是思信，禅思。智多罗啊，是种种的意思。这是说这一位天王能够用
禅师变化许许多多东西，就好比是变魔术一样。这个民间术语说变把戏，他很会变，他有这一分的天才，能以这种方法令众生觉悟。这个里面的这个境界也是非常深广。佛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又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是梦幻泡影。确实，就像啊，这个魔术师变现的境界一样，看到好像是有啊，其实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如果了解这都是虚妄的、不真实的，你看你这个心呢，就不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假的嘛。这个心才真正能做到无助啊，做到不执着。那么从名号里面我们就可以联想到演艺人员所变的这些魔术。我们看了之后要有所警惕，要有所觉悟啊，这个观念呢要能转得过来，自己就得受用。那么像罗侯、阿修罗啊，种种的戏弄，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。或是朋友，或是同学，也有一些陌生人，遇到这些境界，使我们就想到经典上的教训。只要我们接受这种境界而不以为然，那都是好境界。在境界里面呢，学如如不动啊。如如不动是定啊。明明白白是慧呀。对呀，依旧是礼尚往来。这是戒。这就是说明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接触广大群众里面，戒定慧三学都相应。这才真正成就回向，回因相果，回事相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种回向，回向菩提，
回向众生，回向实际。你要有真修的功夫，你才能回向。你要没有真修行，拿什么回向？所以今天到这个地方来谈回向，行了。他有实住，他有实现。真有功德了，诸佛所住，行佛所行呢，以这个功德来回向。第三位，幻巧幻殊阿修罗王。巧是巧妙，幻是幻化了，殊就是法殊。这一位阿修罗王善于变化，前面这个这一位阿修罗王毗摩智多罗，他是用一根丝线能借这个做出种种变化。第三位是巧幻殊，那他的方术就更多，种类就更多，不止于限于一种的。在这一段里，前面三尊菩萨所示现的都与幻化相应，这个地方呢，值得我们深思啊。一切众生的修学，实在是最大的障碍，除三毒之外，就是傲慢。尤其是在近代，近代人意识形态与古时候人比较有很大的转变。这种转变古时候不是没有，古时候有非常好的教育制度，用教育的方法控制我们的烦恼啊。教导我们人伦道德，所以每一个人多数都能克制自己的烦恼习气。现在把古时候这个教育舍弃掉，所以新的思潮、新的思想，这跟过去不一样啊。新思潮、新思想里面提倡的唯我独尊啊，今天讲人权，变成怎么样？自尊自大，傲慢的习气大幅度的增长，对于阿修罗相应啊，菩萨示现在其中，
如何把我们这个习气能够降伏？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这一切现象不是真的，幻化的。知道一切现象是幻化的，我们贪嗔痴慢的习气自然就要往下降了。对于我们恢复本性就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从这个里面去体会它的意思。第四尊大眷属阿修罗，我们在这个名号当中特别要着重这个大字，大是心量大了，智慧大，见解大，世界一切人都爱护自己的眷属，关心自己的眷属啊，照顾自己的眷属，不是自己眷属，这当中就有界限了。那么什么叫大眷属呢？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众生呢，都是我们自己的眷属，这就大。换一句话说，把你那个私心扩大，将你爱护家亲眷属这个心，爱护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是自己的家亲眷属啊，我们不认识，我们不承认啊，谁认识谁承认呢？诸佛如来认识，诸佛如来承认，他为什么会承认？因为那是事实真相啊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一真庄严都是自性变现的，他怎么不是亲属呢？是自己自性变现出来的呀，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承认没有见性呢？不知道是自信变现的，所以总觉得外人跟自己不相干了。你要跟他讲，宇宙人生是一体，他说你神经有问题啊。你的思想不正常啊。风言风语啊。他说你神经病。可是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，佛与大菩萨们，大菩萨发生大事啊。
他们都承认，都肯定，都是这个看法，都是这个说法。如果我们对于诸佛菩萨的智慧德能，若是深信不疑的话，佛菩萨这种看法说法，我们能不能接受？如果不能接受，完全排斥抗拒，那你就没有法子入佛门。我们可以勉强地接受。勉强接受可以入佛门了。到什么时候才完全接受呢？我们也入佛菩萨的境界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也看到事实真相了，你就会接受了。那么这是正是佛法了教学的目标之所在。佛不愿意看到我们迷信，迷信不能解决问题。迷信可以入门，入门之后要结义。这个你怎么样相信的，那个并不很重要啊。正信也好，迷信也好，只要你能信，信了以后一定要求解。解之后啊，明白了，这个在佛法叫正信，这不是迷信，确实有理论的依据啊，这正信了。解了以后啊，要行，要去做啊，在行里面证实你的所解，证实你所信，证实所信所解就叫做证。所以那个证是从行里面来的，你没有认真的去做，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所信所解是正确的？那么佛菩萨他统统做到了，他知道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，所以于一切众生自自然然生起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这叫大觉悟。这是我们平常应当要留意，就在生活上，就在接触广大群众上，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。无量寿经佛教给我们，视人如己，看待别人跟看自己一样。
于此地意思完全相同。第五尊大力阿修罗，这个力是啥能力？大力，无所不能。大力是从哪个地方得来的呢？大力是古啊。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很明白，这一大段经文是讲社会相立身的因果。我们在每一句里面所看到的，他说的是果，我们就想到他的因。讲到因呢，你就想到果。有些里面因果多说，有些单说一方。大力是我们一切众生所羡慕的，所向往的。我们有这种能力，不但可以自利，而且能利益一切众生，这个都美满了。大力之因是智慧，是福德，所以你要不修福智，哪来的大力？我们在《大乘经》里面读到，如来果地上有十种力，十力四无也。菩萨都不能跟他相比，圆满的能力，那就是大力了。那么佛所修学的两种圆满，称为二足尊，智慧圆满，福德圆满，所以才能成就大力了。这是如来为我们示现，教导我们修行要福慧双修。怎么个修法？佛经里面讲的太多太多。从纲领上讲，一般讲六度。六度前五度修福啊，后面般若修慧。如果你修布施、修持戒，乃至于修禅定，你里面没有慧，那你所修的全是福报，都是福啊。福修的大的，就升天，你的福报太大了，享天福去了。那个般若怎么个修法？般若修福之中不着相，那个福就变成慧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慧不是单独修的，决定是
杂在修福里面同时修的，不可能单独修福，可以单独修慧，不能单独修福。那这个单独修福啊，不能够单独修慧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。那么前面五种修福，这佛给我们讲得很明白，条条都能够做到三轮体空啊，那就是佛了。那个福真管用啊！啊，所以才叫波罗蜜多啊。如果单修布施，那是布施福，不能说布施波罗蜜，不可以说。布施里面有慧，才叫布施波罗蜜。这个意思要搞清楚。因为布施里面有慧，那个布施才能断见贪，这才叫波罗蜜，叫布施度啊，度什么？度见贪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世间人修布施，我们举这一个例子来说，都是修的福报，里面没有慧。为什么要布施财呢？越布施越多嘛，贪心增长啊，越施越多啊，他才肯布施啊。这布施之后就没有了，他才一毛都不拔了，他不肯布施。所以他是用什么心去布施呢？贪心。那么佛教我们修布施用意在断贪心，现在我们修布施是增长贪心。为什么修法布施？贪智慧。为什么修无为布施呢？贪健康长寿，同时贪啊，它不是断贪啊，都变成了布施福啊，修福去了。它不是布施度。布施里面三轮体空，喜欢做，常常做，遇到机会就做，做了之后心里面痕迹都不落。那就是布施波罗蜜。把这个悭贪烦恼从根拔除啊，这就成就大力了。谁有能力断烦恼，断烦恼的力大了。持戒是断恶业，忍辱是断嗔恚，精进是断懈怠，禅定是断散乱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般若是断愚痴。这个六种佛说是一切众生的病根，大病啊！众生在六道轮回，无量无边的苦恼，根源说之不尽，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六类。所以佛用这六种方法来对治。
将我们的病根拔除，成就佛慧，成就大力，意思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如果能够体会佛菩萨慈悲的心意，就晓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去修学。修学实在讲就是学过佛菩萨的生活，学做佛菩萨的工作。真正佛弟子懂得怎样过日子，过诸佛菩萨的日子，在生活当中成就无量功德。第六尊遍照阿修罗王，这个名号里面，我们一看就知道充满了智慧。这个照是智慧照啊。禅宗里面对于这个字非常重视，禅宗的修学观照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都叫你学者观照。观照是什么意思？观是观察，照是明了，眼见一切色相是观察，耳闻一切音声也叫观察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叫观察。观是对境，根对境的。根对境的时候用照，照是知，用智慧，不是用情。情啊，分别之处。宗门呢，在生活里头用的功夫是这个用法的。这种原理原则并不仅限于禅宗，任何一个宗派都用得上。我们用的名词术语不一样，意思没有两样。我们念佛的人讲功夫成片，是这个境界，就是他观照的境界。不过如果要是讲起来的观照比较好懂，我们功夫成片呢，那是功夫达到一个程度。你怎么达到的？还是用观照这个方法达到的。这个很重要。这句话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你用理智，不要用感情。
用理智就是关照。你用感情呢，那就是佛家讲摄照，你把关照摄掉了。感情用事，感情用事生烦恼啊。这关照用事是生智慧啊，那不一样啊。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。真正会用功，要懂得这个原则，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，对事、对人、对物，不用感情。用智慧，用理智。那么你用理智，分别执着也不妨碍。那真是像永嘉讲的，分别亦非义也。他在观照里头，凡夫妄想分别是义，义就起烦恼，起什么？起贪嗔痴慢。顺自己意思的，他生欢喜心；不顺自己意思，他生嗔恚心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用情用识啊。用观照的人呢，绝对没有，也分别也执着，里面决定没有贪爱，决定没有嗔恚，他的心呢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。所以说，分别也非义呀，执着也非义呀。大家要晓得，这是功夫刚刚得力，并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刚刚得力了。用久了，不要勉强，自自然然就成就了，熟了，变成习惯了，观照变成习惯了。不作意呀，自然就观照了。那么这个在中文就是照住，你能照得住了，照住了，照住就是禅定。这个禅定跟诸位说，活活泼泼的禅定，并不是一天到晚在打坐念笔，不是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通通在禅定之中。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！那禅定什么意思？外不着相，叫做禅。这个外不着相啊。外面所有一切现象，决定不能够诱惑你。你不受外境诱惑了，这个叫禅。内心呢，如如不动啊，那叫定。那禅定是这个意思啊。实在讲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。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不取于相，我们用现代化来说，不被诱惑。现在这个外面境界诱惑太多了，你不被诱惑，你可以看，你也可以听，你也可以接触，决定不受诱惑。
禅，你真有禅功啊！你心里头绝对不会起心动念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如如不动啊，这定了。这个境界比观照深得多了，真正的受用。所以这个是第二层功夫。在第三层最上等的功夫叫照见。你看《心经》里面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是功夫最深的，破无明。见什么呢？见法身啊，见性啊。他在一切现象里头见性，那叫照见。那么在我们净土宗里面讲这三个境界，我们讲功夫成片，讲四义心不乱，讲理业心不乱。你要知道，功夫成片就是观照，四义心不乱呢就是照住，理业心不乱就是照见。名相不一样啊，境界完全相同。那么这一尊阿修罗王教导大众啊，遍照啊，遍照就是圆照啊，观照、照住、照见，通通具足啊。这个字叫圆照，圆照的境界就是华严讲的四思无碍，不仅是离思无碍，四思无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阿修罗王怎么不是化身大士？不是化身大士，哪有这种功夫啊？第七尊，坚固显妙庄严阿修罗王，坚固显妙庄严。实在说，前面一尊是讲的智照，属于解门。坚固行妙庄严呢，这属于行门啊，没有圆智圆照，怎么会有坚固的妙行呢？坚固妙行庄严怎么讲法？这个意思很深很广。如果我们用夫子一句话来说，细细去万味，可以能够体会到一些。孔夫子说，其实随心所欲不逾矩啊，很像这个名号里的意思。孔老夫子70岁才做到啊。随心所欲，
就是行妙啊。不逾矩曰，就是坚固啊。坚固就是决定是不违法，不违规也。合起来，这就庄严。我们佛门里面讲的善巧方便，巧方便是妙行，善善是不违矩，那叫善。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社会，很老实的人，很守规矩的人，善而不巧啊，很巧的人不守规矩，是不是啊？怎么落在两边呢？啊，他这个行呢就不妙了，不庄严啊。庄严的妙行，巧而不舍善。我们今天讲活泼而不违背规矩，这就好啊。特别是我们观察儿童啊，儿童游戏很可爱啊，有些儿童很顽皮，不守规矩。有些小孩很守规矩，很乖，不活泼啊，哪里去找个又活泼还又不违背规矩啊？这个就善啊。我们举这一个例子来说啊。那么在十法界有情众生里面，给诸位说，真正做到这个善与巧。诸佛菩萨、化身大师，他们做到了。你看经里面所说的，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，那就是坚固行妙庄严啊。我们很羡慕，心里想着为什么做不到，我们要问他那种活泼，那种巧妙，为什么会不违背善，不违背规矩，他那个规矩守得那么好呢？其实他哪里有意去守规矩啊？真正有意去守规矩，有意去持戒，就不善了。说实实在在的话，他所流出来的自自然然和规矩，我们的戒律怎样记录下来的，就是佛菩萨日常生活行为啊，把它记录下来，那就是戒律啊。他是故意做作的吗？是一定要持守的吗？不是的，自然的流露，自然就相应，自然就如法。这个道理在哪里呢？见性了，我们前面谈的很多了。念念与性德相应，性德既活泼又有规律，一丝毫都不乱了。如果他要是乱，那佛说的这一切经
为什么这样有条理、有层次？无论是长说短说、深说浅说，你看，你用科判一直判下来，他的思想体系、章法结构那样的微妙严整啊，令人叹为观止啊！他是不是说话的时候照着那个章法结构来说？不是啊，自然的，自然就相应了，自然就严整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见性是多么重要。你不见性，学不像啊，怎么学也学不像，哪有他那么自然呢？我们要想学佛，从哪里学习？要知道啊，从真实学习。我们才能够学得跟佛一模一样，才能真正做到坚固行妙传。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，你才懂得啊，找出一条路来。这一条路无限的光明，我们对待人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真诚恳切，不论别人用什么心态对我，不要去计较，不要放在心里，只问我应当怎样对人。不要去问别人应该怎么对我，我去问这个。你一问这个，你就迷了。应当把别人对自己所有一切心态放下。用真实。诸位要知道，一真一切真啊。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都是用一个真诚看待法界一切众生，他们对我们是真慈悲也，真平等啊，真爱护啊，真关怀啊。我们怎样？我们不接受啊，我们不知道，不晓得他的真心啊，我们总是怀疑，总是用虚情假意来对诸佛菩萨，故在我们这边，不是他不关怀我们，是我们拒绝他的关怀，那有什么法子？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诸佛菩萨真实的关怀、真实的慈悲呢？我们用真心就得到了。我们跟佛了，这个当中的隔阂就消除掉了，障碍消除掉了，没有障碍了，你就得到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。
这个价值非常显著啊。加持的力量非常大啊，那个利益真如经中所说，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？就要从这学起。真实心的样子是什么呢？事出世间的圣人都教给我们，从不妄于实。这个不妄于，不自欺，不欺人。从这里开始啊，从不妄于实啊，就是说你从哪里下手，你从哪里做起，从不妄于做起，不欺骗自己，不欺骗一切众生。换一句话说，诚实做起。那么现在人听到这个说法害怕了，有许多同修经商做生意来跟我说，法师，我们现在要是不妄语啊，就没钱赚了，不妄语活不下去啊。他们是这个观念。所以学了佛之后心里很难过，天天骗人，骗之后回来晚上很难过，觉得对不起，良心发现不错啊。那多少人天天干这个事情，他没有知道，不觉得他做错事情，学了佛知道自己做错啊，知道自己也骗了人了。那这样下去有没有罪业呢？这个问题就在你的用心能不能回向。如果你一能回转的话，骗人也是功德了。所以菩萨善巧方便啊，怎么是骗人是功德呢？这个人不会做好事啊，知道他将来多了，多骗他一天一点钱，多替他种一点福，回向给他，你不是菩萨行吗？天天骗他，大菩萨啊！如果骗他的自己来享受啊，那个罪业就重了。你将来还要还债啊，不但要堕三途，三途出来之后还要还债。你看看，就那一念之间啊，骗他，为他想的，叫他拿一点钱出来做好事，修一点福，不肯呐，骗他。这菩萨的方法太多太多了，你看，这叫巧啊，巧，他又不离善，真的是善心，真的替他修福。就在那个一念心，一念心转境界，一念心转世界啊！所以佛的是真实心呐，手段那是给你巧妙的手段，用的心是真诚慈悲啊，爱护众生。在我们净土宗，大家晓得净宗六祖永明延寿法师啊，他在没出家之前小公务员啊，
啊，在一个税务机关里面管出纳，天天有钱在手上经过，那有钱就很方便了。他把这些钱拿去放生，每天总要拿一些钱去放生，日久天长被发现了，这个过库对钱账目不对，再一问钱到哪里去呢？他很老实，钱我拿去放生去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心跟现在不一样。他的这个长官主管税务的，看看他是个好事情，但是犯法。为什么呢？偷盗国库里面的钱财。可是偷盗出去时，他自己并没享受，他拿去放生去了。这个事情怎么办？就报告给皇帝。皇帝一看到这个也好笑，世间还有这种人，那按照国法呢，死刑呢，杀头啊，把他绑到这个刑场去行刑，去杀头。国王呢也有趣味，交代这个监斩官，交代他在受刑的时候。看他害不害怕，如果他有恐怖害怕，杀掉算了；如果他不害怕呢，叫他回来见我。所以永明被绑到法场杀头的时候，一点都不恐怖，一点后悔的心都没有。那个监斩官就好奇了：“你为什么不怕？”我以一条命啊，换了千千万万条命啊，值得啦！欢喜呀，哪有可能害怕了？我救多少命啊？一条命救那么多命的时候，欢喜啊，值得啊！监斩官把这个事情报告皇帝，皇帝召见，最后问他：“你的愿望呢？”他愿意出家。皇帝给他做护法，这成为一代祖师啊！这是替国家修福啊！国家不知道修福啊，盗国家的钱替国家修福，菩萨行吗？这不是凡夫行吗？所以他有勇气承担啊！如果案子一罚了，接受刑罚。杀头也不在乎，也很高兴，也很快乐，菩萨心啊！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世间没有一定的标准呐！你讲善恶、讲是非、讲利害、讲真假，没有标准呐！标准就在你一念的动机。你用的是什么心？你那个心是善的，恶的事也是善。你心是恶的，好事也恶。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佛法归根结底是个心法，心要纯善。真诚、清净、平等觉然后你的言语、造作、一切所为，无一不是善行无一不符合戒定慧三学。戒是什么？防非止恶。所谓的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。
佛提醒我们，什么是无，什么是善，利益自己的是无，利益众生的是善，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大善。我们学佛从哪里学呢？起心动念绝不为自己，这真学佛了。念念为佛法，为众生。当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缘，另当别论了。我们生活环境不好啊，没有一个很好的修学环境啊，因此必须要自己要有个最低限度的修学环境啊，总得自己有个住的地方。你要研究经教，你还得有一些书籍，总有地方放。这些事都是累赘呀，但是无可奈何。我们比不上古人啊，古人的寺院丛林十方道场啊，不但是出家人可以随处挂单，你旅行三衣一钵什么都不要带啊，到任何道场一切设备齐全，你都可以受用啊。所以从前参学啊，你看看古人背一个小包袱，几件衣服啊，背个小包袱，哪有像我们现在这个行李那么多啊？那经书什么，顶多自己用的，常常用的，自己一两本经书常常读诵的，其他参考都不必要。走到任何寺庙挂单，任何寺庙都有藏经楼，像现在图书馆一样。你所想要的参考资料，那个都有，不要带。那么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很悲哀，道场上子孙庙，不是十方道场啊！你想到人家道场住一天，一定跟那些住持当家很有关系老朋友，哎，来的时候做客，要是不认识的话，拒绝你啊！招待你一餐饭已经不得了了，有很多道场一餐饭都不招待，这是逼着我们无可奈何。自己有这些负担，缘实实在在不容易遇到，遇到缘分，那你真的是有福报。第八尊，广大应会阿修罗王，这里就着重在因，因要修大因，因要与会相应，这个因真的真实了。智慧的因呢，一定得智慧之果。我们知道智慧之果是一真法界，是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广大的因是什么？我们自然就明白了。广大之因呢，念佛，没有比念佛这个因更大，我们要晓得。
或者现代有几个人知道念佛的好处？念佛是属于行证，前面要没有正信正解，行证是很难做得到。那么这说起来，讲经说法呢，就非常重要。讲经说法的目的，帮助大家建立正信正解。当然，时间长一点好，学得扎实。就是学一部经，我以前曾经说过，这一部经学会了，最少要讲十遍。才算是你学会了，讲十遍的印象深了。你要不是连续讲十遍，虽然学了，如果半年不讲，就生疏忘光，等于没学。而且讲经呢，最好是讲给内行人听，他会帮助你进步啊，帮助你改进。学一定要专修，不能杂学。时间长，一个人可以学个两部三部，学多了不行的。我过去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我在他麾下十年，学五部经，你就晓得十年学五部经，所以这个基础啊扎得深。那么以后有这么一点成就，得利于这个基础。我学的这个五部经分量都不大。第一部学的阿难问世佛吉凶经，是我第一部学的。第二部学的佛说阿弥陀经，第三部普贤菩萨行愿品，第四部金刚经，比较长一点，第五部大佛顶首楞严经。我十年学五部啊，基础是这样奠定下来的。你们看看这五部不长啊，通常在佛学院大概顶多两年就完了，我就圆满了。我这五样东西搞了十年，所以以后这一切大乘经论，无论哪一宗哪一派，我们有困难展开在我面前，我都能够看得到，意思我都能够说得出。所以学东西绝不要贪多，要扎实，真正的齐如境界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的东西有根底呀。在佛法里讲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，通就是你真正学会。
自己要真正实实的学下功夫。那么这是讲教下里头讲的广大隐晦。第九尊出现甚德阿修罗王，这个意思好懂。甚是殊胜，德是德行，无比殊胜的德行出现世心，为一切众生示现殊胜的德行，示现殊胜的德能，这教化众生，这是讲身教，做出榜样来给人看。那像我刚才所说的，我们在没有缘分的时候，为了充实自己，为了弘法利生，必须要收集许许多多的资料，参考用书，这是不得已的。如果有一个十方道场可以提供我们修学的，我们所积的要能散，要能放下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平常收集的也不据为己有啊，是我现前需要参考而已。由这个环境统统放下，统统捐献出去，聚而能散就对了，不可以据为己有，不肯布施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个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实现一个好的榜样。幕后一位妙好音声，这是说法。这个两位阿修罗王合起来就是为人演说啊。出现圣德是为人表演啊。妙好音声呢是为人说明。讲解经典呢，这个就是妙好音声。这个里面的意思都很深，都很圆满。我们受时间限制，则没法子细讲。但是诸位常常听经，都能够想象得到。这一段说的简单，前后可能都说的详细。合起来看呢，你就明白了。幕后这个总结，如是等二位上首啊，其数无量。介于跟前面每一段都一样。幕后这一句叹得，谢以精勤，摧伏我慢，借助烦恼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阿修罗我慢习气最重，他能够降服我慢，他烦恼很重，他能够扶住烦恼，这是菩萨实现了。
在一切视线当中，他们一个突出的就是视线的回头是岸，他能从烦恼回头，能从我慢回头。菩萨视线为阿修罗这一个一类众生里面的王，王回头，王舍弃烦恼了，舍弃我慢了，影响力了就很深。我们要怎么学法呢？如果我们自己居在领导的地位，要知道傲慢的习气是与生俱来的烦恼，决定有的，只要有我，决定就有慢。要知道这个慢是大烦恼，是我们修行正果明心见性大障碍。不但在正上有障碍，行上有障碍，解上都有障碍。这个障碍要不拔除，我们要想在佛法里面得到真实的受用，非常非常困难。如果在领导阶层呢，应当首先做示范，自己能够降服我慢，断除烦恼，也能够帮助一切众生断这个我慢烦恼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